省事大概一分钟。乡亲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上下直播，今天是星期三，所以是你好国旗。不过宫崎在日本非常忙，没有时间理上海的神事，所以今天代替宫崎的节目给你们看看山上飞空的视频。这是我两年前在故宫博物馆里面拍的片子。好，那首先一下，なにこれ、なにこれ、なにこれ、意思是什么鬼？那明天见，拜拜。